張就係我哋見到咧，就係咩咧？就係成個個交通網絡咧，你見到我圈住嗰度咧個交通網絡下，咁而響話你見到都佛山嘅交通網絡都四通八達啦，馬莊。即係圈住嗰嚿嘢，圈住成個佛山嘅交通啊。係啦，呢個咧就成個圖咧就係佛山嘅交通嘅地鐵圖。咁、而我哋圈住嗰個咧就係響呢個係三龍灣裏邊嘅地鐵。四通八達，或者成個地鐵就係佛山，但佛山裏面佔三龍灣嘅位置就即係嘅範圍咧，就喺圈住嗰啲都係屬於三龍灣嘅。係啦，圈住個地方就係三龍灣啦嚇。咁、我哋見到留意到啲地方咧，就我哋喺我哋嘅左下角有個叫係東平嘅，東平就係、是、正正就係我哋嗰、那個嚇、東平嚇、東平呢、這個嚇、東平啊東平呢個位置嚇。咁、我哋東平嚟講，我哋見到就係咩咧？就是三條地鐵、三條軌道交融的地方、就是這個是佛山新城的匯聚點、所以我們為什麼有多時我們買物業的時候呢，我們通常會買一些叫做是匯聚交匯點交匯點、你見到這麼多地鐵站個個都說地鐵站上蓋，那我怎麼買呢？而在這個位置來說，就是我們剛才我們經常說見到很多見到佛山新城，佛山新城有一排的大樓在那裡，還有我們的背景後面就是這個位置了、就是這個位置，即是哪裡啊？你說多次、東平，東平，即東平，東平地鐵站就是這個是佛山新城的核心地點、是啦，咁上面就係有保利中心啦，保利廣場啦，咁樣啦。咁另外就我哋見到啦，咁就另外一個點嚟講，就見到下面有北教啦，北教就係美的嘅美的廣場啊，即係廣場，即係啱啱有個圈點嗰度，啱啱大點加一個細圓圈咁樣，係啦係啦，黃色嘅鐵路線同埋紅色鐵路線，係啦，即係下面嗰個就係北教，係啦，北教裏邊咧，其實咧點解咧？點解會有兩大嘅五百強喺度？世界五百強咧，一個碧桂園同埋一個係比的都不約而同都喺呢個位置裏邊嚇，咁、就所以嚟講，佢嘅亦都可以睇到好多我哋呢個地區裏邊有好多碧桂園啦，亦都好多比的啦咁樣嚇。咁、再上嚟講，你見到有個叫做係三山新城嘅。三吞就喺上面印住啊茶余饭后茶字嗰个绿色嗰个，系啦系啦，咁三山新城嗰度咧，亦都系嗰种系地铁嘅交汇点啦，而同广州亦都系非常之近啦。头先所讲系五分钟就去到广州啦。咁嚟我嗰度嚟讲，亦都有好多嘅我哋叫做系啊对接香港嘅产业园都喺嗰度喎。咁科大亦都有一个产业园基地喺嗰边吓，咁阿林郑都过到去嗰边睇嘅吓。要最精明。轻资产投资大湾区，想了解国内车位政策或哪个地区哪个项目最值得投资，欢迎联络我们或上来尖沙咀新东海一楼109A。